展开幕。让你们看一下我们整个展区。哇！哇！哇塞，这个房间是这样的。哎，这个很酷哎！哇！哇！哇塞！这个还蛮酷哎。哇哦！好大大象！哇哦！哇，这是那个 UFRESH 那个广告里面我飘起来的那个秘密的小凉风铺。好可爱啊，是爱情画的小鸟。这做的真的好精美。小凉风铺，给你们看，这又爱又的莫奈，花心碎的根奈。Oh, I want to end every day, every day, every day. You love and sunrise, hold hands and starlight.题外，嗯哼，听说里面还有粉丝的信是吗？信吗？嗯，粉丝的信在这，粉丝的信，这里还有，这个是看东西是吗？哎，对，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音效。我们3600，哎，快点，大家听一下，我不会很好奇吗？可以坐6个人啊，我第一次，哦，好像有哎，对，到这边，对吧？环绕的。是哪只？在哪？这吧。那你们等于说放了很多分轨。红橙黄绿蓝靛紫黑，然后这是那个仿生人的仿生人，对，记忆的墙，从小到大拉近。第一个是不知道第几个彩排，还剩下最后一个，应该就要正式开幕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各位莅临欧阳娜娜跨界艺术展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欧阳娜娜。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娜娜，非常开心大家在这么炎热的夏天还来到这里。今天的身份不太一样，因为今天就站在这里，我觉得挺意外，应该不说就是意外，就是也不是说意外吧，但就是说真的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在21岁这个年龄可以办一个展。那我觉得真的没有大家就没有这个展。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然后就像妈妈刚刚说的，希望大家能看到里面我们所投入的小心思，然后今天的所有一切我觉得都要保有一个感恩的心。那希望大家等会儿走到展厅的时候可以带给你们不同的体验，就是进入到我的104的 Wonderland 的时候，希望你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看这些小细节。现在已经晚宴结束了，然后今天已经差不多就这样了，我已经累了，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。然后最后再去一下展场 check 一下。今天的 outfit Fila 的鞋鞋 ，the chrome hearts， 还有我们的基础的周边 T。Hello， today is day 2，然后今天比较特别。还有第二首是我去年 Nana One 的时候发了一首歌叫 The Best For You。 哇，好听吗？好听。
希望大家可以穿睡衣，然后好像来一个睡衣 party 这样子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展，然后这个展其实里面有很多细节。为什么想做，其实是因为当时娜娜三部曲，然后做到藏这首歌的时候，会希望整个音乐是有一个完整的包装。那也希望把听觉的东西演变成一个展，然后可以让大家看得到，然后也可以去用感官去感受。那要感谢我的母亲，也是这一次的策展人。今天已经是正式让大家可以进来看展，所以希望大家喜欢，然后多多帮我宣传哦。